我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周日下午好。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那么我们也很荣幸的还在继续的一起共修共学佛法，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缘。我们今天会继续的阅读这篇文章，继续的了解。这个处世时代啊，关于这个处世时啊，应该是处世时代是一个新的一个课题了哈，因为我们之前谈的是这个青年时代哈，所以今天我们进入的是处世时代啊。什么叫做处世时代？我们今天呢，借着机会来一起阅读学习。所以开始呢，我们请美君。是师父，同学们下午好。现代的右翼倾向是处世的，佛法中人天生是厌世的，沉溺着世间娱乐，没有处世解脱的意向。小乘与人天法相反，是三界如牢狱，生死如冤家。急切的发愿离心，求证解脱。大乘菩萨可不同了，菩萨是处世而又入世，所谓以处世精神做人事业。师父，我这里的关键词，是处世。处事啊，股市，然后娱乐，第娱二乐，段娱乐，第一行的娱乐啊，对吧？娱乐对娱乐，然后解脱的意向，解脱的意向。还有就是处世而又入世，是，又入室，我这里的就是说，处世时代就是先应该处于这个世间吧，现代的。现代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叫时代，现代的时代，又有另外一个倾向是处世的，处世就是离这个世间的吧，师傅，这个处世是处世就是离这个世间的这个叫做去世间吧，应该是，然后。在佛法中呢，人天秤就是我们这个欲界这个人类嘛，人天秤是比较贪恋于这个世间的，然后往往因为这个世间的娱乐，这个追求啊，要得到世间的那个某种种的那种快乐，所以一直会沉溺于这个世间，所以就完全没有。要处离心的那种解脱的意向，现在的时代的另外一个倾向了，这个解释。那么他说小乘与人天法就相反，比如说我们是有那个想要有处离心啊，想修学的啊，修学这个想要脱离轮回或是脱离
解脱烦恼的这种呢，就跟这个我们世间的倾向追求的就相反的。这个小乘跟这个人天法所要修脱离世间解脱烦恼，就把这个三界呢，比喻成好像牢狱这样困在这个里面。如果是一味的去追求世间的娱乐的话，就好像把这个困在里面，三界永远就不能脱离这个生死。然后他的解释，生死如烟机啊，就好像距离想要脱离三界，又感觉到好像越来越远这样子，就好像不能去遥不可及的这个路嘛。如果是没有这个法院的话，那么就修学呢，如果是他就快有那个迫不及待想要脱离这个世界，他就一直会有这个出离心，有这个发愿，这个离心，会厌倦世间东西，然后一直要修行求解脱啊，求脱离轮回，生死轮回之类的。这个是小乘所修法跟人天的修法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来到大乘了呢，大乘的菩萨呢，他就不一样，因为菩萨不只是说要远离世间，或是求求解脱，菩萨是因为出世而入世间，是因为他来到这个世间，又从这个世间里面去修行，怎样去行这个菩萨道，然后又重入回这个入世这个。去世间吧，应该是入世这个，所以菩萨所修行一定要从这个现在的这个欲界吧去修行，然后再去进入的一步一步的登向这个解脱，这个解脱的这个怎样去？对不起啊，师父是应该是这样子讲，菩萨是因为要度化众生，他因为出世在这个欲界里面，然后又从欲界里面修行，然后一步一步的深入而出这个正果嘛。所以就有一句话就讲说，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事事业，就是其实这边有一从个就错说字啊，哈，这边有一个啊错是。字，做入世的事业啊，这应该是入世的事业，不是转世的事业，入世的事业。就是说，以处世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说，就是我们从既然处世在这个世间，我们就要利用我们所修学的去精进这些的精神，来去做入世的事业，怎样去度化众生啊？怎样去行这个菩萨道啊？是跟这个小乘解脱求烦恼的是完全脱离的，因为他不只是菩萨的精神，不只是为自己，而且还是为众生的，所以就有点不一样。师傅，我应该是理解这样子，很好的努力很哈，好，很好的努力，不错不错。来，我们这样子来理解哈。首先呢，有三个词啊，三个词大家要注意的，一个是恋世，恋世，你从这个字恋啊，你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贪恋世间，恋世。贪恋世间。第二个词要注意的就是出世当然，出世在这边不是说出世在这个世间哈，不是说出生在这个世间。出世指的是这边或者这边有出世出世。出世指的是出离世间。刚才是贪恋世间，当我们讲出世的时候呢，是出离世间，想要得解脱，想要出离世间。第三个词呢，就是入世。
入世就是要投入在这个世间，去做这个世间他该做的啊，利他的事情，这个是入世啊。入世就有一点在进入这个世间所以今天我们在谈人间佛教的时候，或者是导师这个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一个处世的时代。说我们现在的时代不是想要，就是大家不要想说要去逃离这个世间，或者是过度的恋眷这个世间，应该是要好好的处事，好好的投入在这个世间，处世时代。那么，对于世间，对于对于世间，我们已经知道了。可能很多人开始没有学佛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对世间的价值观呢，一般人呢都是吝啬的。在佛教的人天法里面呢，也多多少少也是顺着一般人的吝啬的这种情形呢，来提出的。比如说，在人天法里面，佛陀也没有阻止我们修福报啊。你说你要修福报，你要修功德，你要追求种种的功德，只要是善法，这个阶段人天秤里面呢，佛陀允许你。所以人天秤法有那种追功德、求功德，所以你看到大家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只要听到说啊，我这个诵经有功德，他就常常来诵经啊。你跟他讲布施有功德，有福能够增加福报，他因为恋眷啊，贪恋这个福报，哎，常常来布施，哎，这个是人天秤，这个是人天法。那人天秤这种恋世的情况呢？有时候如果没有稍加注意的话，就会慢慢的就像一般的这种贪恋世间的娱乐这样子过去贪的是名利，贪的地位。当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呢，没有起正念的时候呢，你修布施，你诵经，你参加佛学的种种的这些课程也好，你在追求功德。你会不小心，过去是追求名利，追求钱财，现在呢是追求功德，所以会有这种恋世的情形，少了出世解脱的意向，没有想说，因为一直在想要有功德，一直想要有功德呢，就变成了自然的对于出世解脱，出离这个世间，出离自己的烦恼，想要解脱。这个烦恼这一方面呢就没有注意到了如果人天秤法的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所以这边导师就继续讲了，学二乘法，这边讲小乘，其实指的二乘法，声闻缘觉法。学二乘法的人呢，跟人天秤人天法就刚好相反了。刚才人天秤法是有一点倾向恋世的。贪恋功德、追求功德的，可是当你提升自己，在学二乘法的时候呢，就跟人天秤法相反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修二乘法的时候呢，你把三界、世间的三界看成是牢狱，视三界如牢狱。只要没有解脱这个三界，这个三界就好像这个牢狱一样，把我们呢关住，把我们呢这个困在这个牢狱当中。修二乘的人呢，不只是三界如牢狱，他还是生死如冤家。他把这个生死轮回呢，看成好像冤家一样。你看，冤家就是我们不想见的，对不对？
所以呢，他们这个二乘人呢，他们是把生死轮回呢，哎呦，看成好像自己的冤家一样，不想见到这个冤家，所以呢，他们就很自然的能够发起出离心，厌离心有时候叫做出离心，有厌离心，你才能够出离世间。才能够得解脱。只不过二乘人有一个情况，有一点，因为他太不喜欢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太抗拒这种生死轮回了，所以有时候呢，会有一点急切的，然后过度的想要赶快了生死，急切的发厌离心，急切的想要得解脱。所以你会从这两种人里面呢，你看到，不一样的处事的态度啊。他们在投入世间的时候呢，他们的处事的态度，他们处事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修人天秤的人，学佛过后，你会看到他很在乎功德，他很在乎福报，他还没有觉得三界是牢狱。他还没有觉得生死是冤家，所以有时候多多少少呢，在追求功德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不小心呢，掉入这种厌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后来他发现，哎，这个福报再多啊，这个功德再多。都还是困在三界里面，都还是要轮回。当他有这样的领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修二乘法了啊，开始想要怎么样呢？出离这个三界，想要了脱生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态度，他的处事态度是怎么样呢？只要想到自己还在三界里面，哎呀，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关在牢房里面啊。只要想到自己还没有出离生死。就把这个生死轮回呢看成是自己的冤家，要赶快远离他。所以你会看到他从厌世转向出世，他的这个处事的态度啊，他的处事的态度，他从厌世慢慢的转向出世。可是菩萨就不同了，菩萨的怎么不同呢？菩萨有没有这个对？三界对生死，有没有认清呢？其实菩萨知道，菩萨知道说三界是牢狱，菩萨也知道生死是冤家，可是菩萨只是知道他了解，但是呢，他没有去否定这个世间，他不否定这个世间菩萨。没有急着说啊，我要赶快自我了脱了生死，没有。所以菩萨可以做到怎么样的一个处事态度呢？他投入世间的这个精神是怎么样的呢？哦，原来菩萨是这样子的，处世而又入世。他了解三界是牢狱，他了解生死是冤家，但是他没有抗拒他。他即使再来这个三界，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他都好像游戏人间这样子。所以菩萨是出世而又入世的，他带着出世的精神不会说迷恋三界，不会说执着生死的，他带着这个出世的精神去做种种入世的事业，因为菩萨。想要在这个世间继续的累积自己的波罗蜜，所以他就自然的要入世的去做种种利他、利自己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在入世的过程当中，做这种种事业过程当中呢，修自己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种种的波罗蜜，以圆满自己的佛道。所以处事态度。处事这个概念，老师给我们看到说，哦，原来
世间人看待这个世间，投入在这个世间呢？我们从这段文里面呢，我们学到有三种不同的处事观啊，三种不同的处事态度或者是处事观。有人恋世，有人视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急切的想要出世。而菩萨呢，是知道三界如牢狱，知道生死如冤家，所以菩萨能够怎么样出世，带着这个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出世的精神呢？因为菩萨不想再迷恋这个世间，他知道三界是牢狱来的，他知道生死是冤家来的啊，所以这种出世的精神他有。但是不急切的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反而带着这种出世的精神，继续的做他的入世的事业，圆满自己的佛道，圆满自己的种种波罗蜜。所以从这段文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这些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这个处事观啊，了解，然后呢，有时候呢也观察一下自己。会不会太过恋世了啊？会不会又太过的出世了啊？处理想要急切的处理事件啊？能不能在这个出世跟入世，对不起，恋世跟入世，这个出世的当中呢，取得一个平衡，做到像菩萨这样子，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啊？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我们请元真。哦，师父好，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哦，出世间的争议，出世不是到另一个世界去，是出三界烦恼，不再受烦恼的师父的大自在的意思。佛说小乘出世法是适应隐遁与苦行更新的，出世总比念世好。不会引贪恋世间的物欲、权力，将大地搅得血腥熏人，至少能不贪不嗔，养成社会上淳朴恬淡的风气。这里是讲出世的争议，就是你说，的关键词。关键词就是出世。你出世，出三界烦恼。出三界烦恼，很好。啊，出世法出世法。适应隐遁和苦行更新。好，是隐遁。苦行更新。对，大概就这个吧。好。他是就是就讲出师这个真意啊，就是不是讲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讲我们在这个世界嘛，你要出离这个三界的烦恼，不但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就是断烦恼吧，把这烦恼要断干净，就是这个断烦恼，就不在这个烦恼呢，把它吸附着，就我们内心的那个贪嗔痴把它绑着了，那不得大自在。就是佛说二乘出世法是摄因呢，那个隐遁就是在佛陀那个时代吧，佛陀那个时代他是。顺摄乐行者在家修法行，顺摄苦行者出家修沙门。就是说，他这个摄因呢，这个出世法摄因，他那个就是少欲知足的，不再在喧闹的那一种社会环境当中的这种更新，还有修苦行的这两种更新的。他只是对这更不同的更新来说的，说这个出世法，出世呢，他总比念世好。就因为他不出世，他就你那个欲界的贪欲啊，他这个恨呐、贪也好，恨也好，这些东西他就没有了，就断除嘛。爱情那个嗔那个痴啊，都要贪嗔痴都要断了。就是说，出世总比念世好，不会因这个贪恋世间的物欲、权力，将大地搅得就血腥熏人，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那个科学技术。好，科学技术搞到什么？人能上天到太空，能入地到马里亚纳海沟，但是
人的内心世界，他这就是外面的科学，在外面的物，但是内心的世界呢，贪嗔痴特别浓重，私欲心是自我心特别重，不然不会发动战争，不会掠夺，不会等等，于是是人人争，就人人争，各有各争，不会这样子的，把事情搅得不太安宁，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要得到出师呢，社会上呢也会说，知少欲知足吧。那种淳朴淡泊的这一种风气，总比那个把事情搞，为了自己的私欲，把事情搅到天下，就是妻离子散战争呢，就妻离子散难民这么众多，比这个好。大概这个佛那个元稹的理解就到这里，师傅。非常好，非常好，谢谢。所以这边呢，就老师也帮我们理解什么叫做出世啊？出世呢，不是说啊，我否定我这个世界，然后呢，去到另一个世界去。这个观点一定要认清楚。有些人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面对太多的这个苦难啊，太烦恼了。有些人呢，因为太烦恼，所以当他接触到佛法，有这个禅修，时候呢，他就一头呢就栽进去，想要赶快远离自己的这个烦恼，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呢误解这个出世这个概念呢，误解成什么呢？以为要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去寻找一个真正宁静的世界，有时候会误解成这个样子啊。包括有些人呢，这个可能生活太苦了这个什么太多的烦恼了当他学会念佛的时候，人家跟他讲这个净土法门呢，修净土，还是想说我要逃到净土去跟阿弥陀佛在一起，所以这个都是有一点点错误的，就是说出世不是说要你离开这个世界去另一个世界，不是的。他真正要讲出世的概念是什么呢？出世最主要的是处三界烦恼，远离不是远离这个世界，要远离的，要处理的，不是这个世界，然后躲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要处理的，要远离的是自己的烦恼，所以要出三界烦恼。不受烦恼干扰，然后呢，得大自在。所以，一个真正有这个出世精神的人，或者是了解出世间的真意的人，他是不会逃的，他不会逃避自己的问题，他会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自己的内心的烦恼去跟他相应。所以呢，当这个内心有烦恼的时候，看什么东西呢，都是烦恼。所以今天他了解这个出世的真意的时候呢，他修学佛法包括他修学二乘法或者是念佛法门净土法门，他知道他要出离的是出离自己内心的烦恼，出三界烦恼。当他真正能够不再受烦恼去影响他的时候呢，他所处的环境，他都能够得大自在，不用等到去到哪一个地方那么当时佛陀为什么会讲这个二乘法、出世法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佛陀的时代佛陀所处的时代是四性阶级很不平等的时代，然后呢，也算是什么呢？在当时的印度，佛陀所处的这个时代呢，都已经被整个印度板块呢是分成16个大小国，所以呢常常是有战乱的。那有些人呢受不了这些这个战乱很痛苦的这个生活呢，都有森林，他就躲到森林里面去修苦行了，觉得这个世间太苦了。所以佛陀所在的这个时代，佛陀所出现的这个时代，在印度的时候呢，是一个适合说出世法，特别强调出世法的这个时代，为什么呢？当时隐遁和苦行的根性的这种修行者特别多，所以佛陀的这个教法当中，你看到在那个时期呢，说了很多的这个出离三界的这些禅修的法门这个破烦恼的这个法门。
处事法。那么出事虽然会不小心呢，就变成说啊，我要这个什么呢？躲起来修自己的这个，断除自己的烦恼。但是怎么样都好过恋世。为什么恋世不好呢？贪恋世间的人呐、啊，他贪恋的话，贪恋物欲，贪恋权力。如果再扩大的话呢，他就会用他的权力，用这些想要占有更多的物，这个人事物或者是土地，他就会怎么样呢？把平静的大地呢，搅得血腥熏人，也就是你看到说战乱一直不断。啊，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不断包括，这个现在都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你现在大家处的环境可能很好，但是你打开这个新闻一看，你就知道说，现在这个战争还是存在啊。怎么希望2024年的世界能够和平，真正的和平和战乱能够减少乃至于呢消解啊？所以我在这边讲。出世总比恋世好，因为恋世会把大地搅得血腥熏人啊，所以如果有出世的这个精神啊，有出世的这个态度的话，至少能够不贪不嗔，形成一个淳朴恬淡的社会风气啊。所以如果每个人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一个出世的态度啊，那么减少自己的贪欲，减少自己的嗔恨心，那么。你在家，你的家庭就是一个淳朴点、恬淡的很和乐的一个家庭。扩大到整个社会，那整个社会就是淳朴恬淡的了所以出世间呢，这种精神态度呢，其实了解它的真意过后，表现出来，它多多少少是比恋世好的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请美娇。啊，师傅比较临时请假。啊，临时请假哈，那就由陛下吧。大乘法中，在家菩萨占绝大多数，在家菩萨常在通都大域、人烟稠密的地方利益众生，弘通佛法，如《华严经》入法界品。维摩诘经、菩萨本生谈都显着地记载那在家菩萨在社会上现身说法的种种情形。大乘菩萨道的伟大，全从入世精神中表达出来。关键词，就是大乘法。大乘法，怎么讲？就是通都大域，大意，通读大意。然后弘通佛法，红通佛法。还有这个《华严经欢迎请。》菩萨啊，本生谈，本生谈。菩萨本身本谈，真谈。好，这个这种菩萨道的伟大，大道的伟大。入世精神，入世精神，就这样吧，师傅。好。那么这里呢，有说到说，在这个大乘法中呢，在家菩萨呢，也占据了大多数。那么在这个在家的菩萨呢，通常呢，他们都会在通都大域啊，就是说，通都大域就是说在城市啊，在城市大城市，就是人多人烟稠密的地方，就是人比较多而且很密的地方。来做这些利益众生的工作，就是弘通佛法，就是宣传这个佛法。那么就如这个《华严经》里面有
华严经有说到这个六法界品，当然除了六法界品，还有这个菩萨的这个本身坛。那么菩萨本身坛就是都显着地记载着在家的菩萨，在社会上现身说法的种种情形。那么这个本身坛，菩萨本身坛，也就是说明说这个本身经说本身经，也就是佛陀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是在行这个菩萨行的这个前世的故事。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佛陀在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都是在行这个大乘菩萨行，而且呢，也在社会上现身说法的种种情形。那么，大乘菩萨道的伟大，全从入世精神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从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大乘菩萨的伟大的精神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陀的这个行这个菩萨道的伟大的精神，都是从入世精神中去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陀都是在做利益众生的工作，就是慈悲喜舍啊、布施啊、禅定啊、持戒啊，这些都是就是可以从这个入世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佛陀都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入世的这个事业，讲完了，师傅。好，谢谢您啊。那么这边呢，就继续的再谈啊，这个菩萨啊，我们刚才讲了，菩萨是带着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这个事情，所以菩萨到底藏在哪里啊？藏在哪里？藏做什么事情？就想说，其实啊，这些菩萨啊。藏在通都大邑啊，没错，就是在人多的地方啊，人烟稠密的地方，在那边做什么？在利益众生，弘通佛法。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可以从导师这边举了三部不同的经，可以从《华严经》，可以从《维摩诘经》。维摩诘就是也是一个大居士啊，大菩萨啊，还有呢，佛陀的本身坛。这三部不同的经呢，让我们看到说，这些经呢都记载着在家菩萨啊，在社会上现身说法的种种情形啊。不管他现什么身啊，那就是目的就是现身说法，利益众生啊。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呢，其实就是你们常听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入法界品很长，很多卷。那么，他因为他要记录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所以你如果有机会读入法界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善财童子呢，他去的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不同的人，然后这些他亲近的这些善知识呢，都在这些。社会的高层也好，底层也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呢，现身说法的这种情形，也是入法界品啊。那么本生坛呢，刚才陛下也讲得很好啊，本生坛就是佛陀未成佛之前啊，记录过去佛陀行菩萨道，佛陀怎么行菩萨道的，这个种种事迹，就是记录在本生坛里面。所以从这些经当中呢，你就会看到说，菩萨是有入世的精神，肯定有入世的精神。同时呢，就是有出世的精神，同时做入世的工作啊，入世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能够看到菩萨的入世精神啊，都在这些经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讲回佛陀就好了，你会看到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一句话就是走入人群。这种走入人群呢，就是入世但入世呢，又不会厌世啊。走入人群呢，走入这个世界呢，走入这个大通，通都大邑里面呢，不是为了享受啊，不是贪恋这个好的生活，他入世。不贪恋世间，
带着出世的精神呢，去利益众生，弘通佛法。因为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呢，度的人也比较广，能够得到的资源也比较多。那这个资源不是在个人享受，而是有了这个资源，他可以善用这个资源去帮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也就因为这样子呢，菩萨他会走入人群，他会入世。所以这个是菩萨常在之处，常做之事。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请秀伟。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菩萨的出世念又如是，菩萨为大悲愿力所激发，抱着要往生入地狱、救济众生的坚强志愿，与人天的运势不同，与小乘的出世也不是相同。菩萨入世的作风，在现代面是个常人看来非常亲切，要比二乘的寺庙出世好得多，关键词是激发。技法，坚强志愿第二段。坚强自愿。作风第三行。作风。作风，对。就是这样的，好。菩萨就是他的为大悲大愿力的所激发他的菩萨的精神啊，就是要抱着就是不下地狱，就好像比如地啊那个是那个什么地藏菩萨像啊那种精神啊，就是谁不什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些啦，就是跳火坑入地狱就是他的那个坚强的那个志愿，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众生因为众生真的是很苦他知道我们众生苦，又没有自己救自己的方法，所以菩萨就是显现这些就是救度众生的坚强的志愿这个与我们人天真的我们就是念世间这个不同，是完全是不同的。他完全是不是贪恋我们世间的那个财神名色修的，与我们的小乘出世也是不一样的小乘他就是要解脱啦，所以菩萨的入世的作风，他完完全全就是以自利自他的精神哦。而现代我们厌倦这个世间的常人看来菩萨是非常的亲切的而且他比二乘哦二乘的知了就是这个要比二乘的知了端的那个出世那个圣洁圆满还是好得多的，这个是我的理解。很好啊，那这边呢，前面就没什么问题了，就是菩萨他有这个大悲愿力的激发哦，所以呢，他有这种跳火坑入地狱救济众生的坚强志愿啊，他入世是带着这样子的大悲愿力而入世的，跟人天的炼世是不同的，跟小乘的出世也不相同啊。那这种作风啊，这种作风入世的作风，如果这一段大家不大能够理解的话，这种入世的作风，在现代炼世的常人看来非常亲切，是什么意思？世间一般的人啊，我们讲说他可能还没有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学佛之前，他可能是一般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注重这个。生活家庭各方面的注重这个社会的，那菩萨这种入世的作风呢，对这些炼世的人炼世的常人看来呢是比较亲切，他们会比较希望亲近这样子的入世的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些做生意的人啊，他生意是做得很好啊，他这个财富各方面是没问题，但是他实在是可能自己真的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利益社会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说，哎，有菩萨做这个入世的工作的时候，哦，有菩萨站出来带领大家啊去做布施，去帮助那些困苦的人。那些生意人呢，他们就很高兴，觉得很亲切，很好，然后就会委托菩萨呢去帮忙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个财富嘛，委托菩萨们去帮他完成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对现代厌世的常人看来，菩萨的入世作风，他们看来非常的亲切，就这样子来理解。那这种有这样子的一个入世的作风，菩萨有这样的入世作风，那肯定比二乘的治疗出世好得多了啊。当然，我们这边讲二乘，同样啊，二乘治疗出世不是不好啊，但是如果跟菩萨入世的作风比起来的话，是说这个菩萨入世的作风比二乘治疗出世呢好得多啊，二乘。当然，二乘治疗出世有它的价值。待会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它二乘这个治疗出世，在现在的社会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为什么人天秤、小乘法不适合当代的社会？我们请新瑞法师。适合人天法、小乘法为何不适合？不合适当代社会。近代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由重我之物而发展到寻物自我。寻物自我，迷恋世间物欲的风气特别强。压倒了少欲知足、恬淡进退的人生观。此时而以人天法来教化，等于以水洗水，永无出路；如以小乘法来教化，又是格格不入。这里你的导关师键词就。是，关键词，关键词，文明的发达，文明的发达。迷恋世间。迷恋世间。人天法。人天法，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这里导师有谈到为什么人天法或者小乘的法是不适合当代的社会，因为近代的社会因为物质还有文明都很发达了，然后重我之物。众我之物是什么？不众我之放物纵。是比较想要随着个人自己的欲望去操控物质啊，主要是自物这个部分啊，就是想尽办法，然后呢，希望这个所有的事物呢由自己掌控，这个众我之物。这个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啊，其中一种社会现象，尤其人在穷困的时候，回到我们40年前、50年前啊，半个世纪前啊，这个很穷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或者是有些地方很穷，那么大家会想办法呢，就是
用自己的能力啊，然后呢，去突破自己的困境，突破这个贫穷啊。比如说，他可能，比如说我们一些在马来西亚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祖先呢，他会从远地来到南洋一带啊，然后呢，开发自己的生活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有一点就是说，想要去用自己的能力啊，去控制这个物质。可是时间慢慢的，现在时间推移了，发展到一个情况，就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寻物自我。那你知道什么是寻物自我吗？知道，刚才是自悟，你看我们的这个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是更早一起的那些人，就是我们的前辈，他们是控制，想办法去控制，去掌控这些物质的东西，发展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反而是被对。东西，被物质控制我们了，因为生活好了，我们反而是被控制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导师讲说，在这个物质文明的发达的时代呢，你会看到人是怎么样的从众我自物发展到寻物自我，就是被物质左控右，制。被物质掌控我们了。寻物自我，我们寻就是有一种依赖的意思，我们反而变成这太依赖这些物质东西，然后任由这些东西呢。物质东西呢，控制我们。好，来，请继续。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太过迷恋的世间那些物质的东西，然后就把之前很多那些少欲知足啊、恬淡的那种生活的那种人生观态都压度，倒了。态度，就被压倒了哦，少欲知足哦，知足就能够快乐，然后呢，恬淡进退，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很好的人生观呢，都被迷恋世间物欲的这种风气呢压倒了。好，所以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不适合用人天法或者小乘法来教化呢？因为人天法可能会走向怎么样的一个处事态度呢？会更加的迷恋世间，对，他可能会恋世，然后现在的世界呢又是物欲的世间，所以会变成是以水洗水，没有作用，永无出路，可能会变成更恋世。小乘没法错，要用小乘法，小乘法的这个处事态度是怎么样的呢？啊，处为什世么间，说出世的这个态度跟现在社会格格不入呢？因为他们很难起那个厌离性，他们很快乐，很难要。起厌离心，已经依赖这些物质啊，已经依赖这个物质，所以你现在讲出世法啊，这个出世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想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出世精神呢？跟当代现在的社会格格不入啊！有些人，当然有些人，少数的人啊，有发现到这个众我自悟到发展到寻悟自我的情形，所以你会看到身边有时候有一些人呢，真的他会走向出世啊，完完全全他可能是高学历、高学位的，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决定放下自己的这些学历、地位、身份，可能找一个荒山野岭，然后买一块在偏远的一地方买一个土地，就在那边耕种了。哎，有这样的人，少数，比较少数啊。绝大多数人呢，即便他想好好的过，少欲知足、恬淡进退的生活，想要过个好像这个二乘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但是
整个社会有时候呢不允许，所以就格格不入的这个情形。好，谢谢你。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请心静法师。师父，唯有大乘法与出世心来做入世事，同时就从入世法中摄化众生相出世，做到出世与入世的无碍菩萨行的深入人间各阶层，表现了菩萨的伟大。出世又入世，崇高又平常，也就因此，什么人都可以渐次修学，上求佛道。出世心，是心。做入世事，还有做入世事，摄化众生。摄化众生。深入人间，深入人间。渐次修学。那次休学。哦，这一段来讲，就是菩萨出世与入世。以大乘法来讲，就是菩萨的悲愿，他从这摄化众生来。出世引导众生，然后从这里来讲，因为他所行的这个愿是在世间是无碍的，所以他能菩萨他行的就是说以慈悲愿力来深入这个人间里面各个的那个他彰显着他自己的慈悲愿力而。又从这个世间里面去做这个菩萨行的时候，是在彰显自己的崇高和又平常，因为以上的就是讲他能以少欲知足而去行菩萨的行，而从这个恬静的这个进退人生观里面哈，就不。一步一步踏实的、渐次的修学，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我所理解的。好，谢谢。所以这边就给我们一个概念了啊，就是前面已经有提到的，以出世心来做入世事，这个是比较适合这个时代的。所以导师讲这个处世时代呢，他要带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内心上我们要记得不要走向厌世啊，尤其在这个物欲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我们不否定这个时代的演进，时代越来越发展，这个是缘起法来的，你不能阻止的，你不能说我要回到像50年前那种，种田，在乡野里面过生活的那种生活，不可能，我们不能倒退，你可以随着这个时代继续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内心上。记得不要厌世，要有，因为我们很自然的可能就会厌世了，我们会迷恋这个世间的种种，尤其当你有了一些方便，你就更放不下。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导师说，就是要注意，要带着这种出世心，避免自己呢不小心又厌世了。然后这个出世的心啊，但是出世有这个出世的心，出离世间的心，也要平衡它，因为有时候有这个出离的心呢，又会把这个生死呢看得像个冤家这样子，急着想要得解脱，所以这个时候呢，又会出世心你没有平衡好的话，又会变成呢。就是修自己就好了，世间事你不管，又会变成呢，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用出世心平衡自己的厌世，
不要变成这个迷恋这个世间，该放的时候，该放下的时候，你要潇洒的放下该拥有的时候，好好拥有它，然后善用它。去做入世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老师尝试在这个处世时代里面呢要教我们的啊。所以入世做什么呢？摄化众生啊，摄化众生向于出世啊，教众生要以像自己这样子有这种出离的心啊，要有这种出世的心态啊。所以出世跟入世对菩萨来讲，他就是这样子，在过程当中呢，去拿捏、去平衡做到出世入世都无碍。所以菩萨的这个行持呢，他是深入人间各阶层，他去接触各阶层，在带着这样子的出世又入世、崇高又平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处世态度去接触人群所以。这种处世时代，或者是这种处世的精神，出世而又入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可以渐次修学，每个人都可以渐次修学，慢慢的向佛道而前进啊！希望大家掌握今天的这个学习的部分啊。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的时代倾向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再请美君。时代倾向于吝啬，唯有大乘的入世，才能吻合现代的根基，引发广泛的同情，而坚化贪嗔的毒根。同时，时代也不容许佛陀的隐遁了。隐遁，从前隐遁，从前。天下大乱，可以到深山去，劈土开荒，生活维持下去，佛法也就延续下去。这个重审时代，就说 OK，现在时代倾向于我的关键词是大乘的入世。还有，根基，然后同情，贪嗔的毒根。真的读的，哦，现代，隐遁，大概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就这么多，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化啊，当时文士是指出倾向于念世为，因为当时的时代可能会比较倾向这于个时代，现在讲这个时这个代时了，代这个时代往往都比较倾向于念世，他爱这个世间的种种的物质方面的追求，但是只有大乘修行，这个大乘的入世法呢，才能跟我们现在的时代的根基才能够配合。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可能很多有了很多各方面的方便，那么又以这个我们这个大乘入世的精神，以这个根基来一起引发到更广泛的这个同情心，或者是这个悲心吧，这个同情，然后以这个教法来慢慢的简化这个贪嗔痴这个三个毒根，就是说，因为我们大乘入世的精神，
佛教精神或是这个根基来散播吧，散播各方面的这个同情心、悲悯心，来慢对，慢的解冻。其实同情在这边不是指同情心，我们这样子来理解啊。他说，啊，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我来跟美军有一个对话了哈。你觉得我们这个啊，时代是劣势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算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你们这认个同时代吗？是，我劣认势同的时是比代，较劣势的，比较劣劣势势嘛，的，对不对？我们这个对。时代是劣势的时代，大家都会有自己迷恋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些追求名牌啊，追求名利啦，这个是劣势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劣势的时代。然后他想说，在这个劣势的时代里面呢，只有大乘入世的这种处事态度呢，最吻合、最适合我们现在的根基。为什么？因为因为，可以得到广泛的同情，同情在这边指的就是认可，能够得到比较多人的认可。为什么呢？一般人是劣势的，然后你菩萨道是讲入世的，要走入世间的，大家听起来，哎，你没有要离开这个世间，你没有否定这个世间，所以比较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是同情，就是认可，啊！你佛教站出来，一开口就跟人家讲，哎呀，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你在这个时代已经很难了，没有人要学你这个法了，只有少数还在很痛苦的人，然后他求助无门，好了，我就来念佛，能够求愿往生极乐净土。你看看这个时代，你叫年轻人来念佛，他不来念的，所以他不同情你，不同情你这个佛法。啊，同情在这边不是同情心，还是他不认可你这个佛法。但是如果今天在这个劣势的时代里面，我们把大乘那种入世就是说我要走入世间去利益众生，去救苦，我要去利益众生，我去救苦。当你带着这样子的入世的态度走入这个现在的时代的时候，包括年轻人。他都会认可你这个佛教，他都会同情你这个佛教，因为你入世。所以，我们前阵子我们就到辽国一些比较穷的地方去布施孤儿，去布施这个贫穷的一个地区。我们的团队里面有2个就是10多岁、14、15岁的。过后，我们大家都会问他们啊，你们这个这么年轻的人。跟着我们来做这些事情，你们喜欢吗？开心吗？他们非常开心。哎，我们的所作所为，入世去做这种利益众生，去帮助困苦的人，我们得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同情。这是一个例子啊。那为什么大乘的这种入世的这个态度，能够净化贪嗔的毒根呢？我觉得你想想看。为什么大乘的入世的精神可以净化贪嗔的毒根？你知道什么叫净化贪嗔的毒根吗？慢慢淡化，这哎，慢个慢贪淡嗔化，痴。很好，对，慢慢淡化我们的贪嗔痴的毒根。为什么唯有大乘这种入世的态度，能够帮我们慢慢不止得到广泛的同情哦？我们还能够慢慢的淡化我们的贪嗔毒根，为什么？因为因为他已菩经，萨，因为菩萨带着出世的心态去做入世的工作，还记得前面讲的吗？因为菩萨有带着二乘人的这种出世的心态。所以他在做入世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没有忘记，我要消除我贪嗔痴的烦恼。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不可以贪功德。哦，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这次做一些布施，有时候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起嗔心，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起嗔心，所以菩萨当他带着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工作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出世的心态，他能够帮菩萨净化贪嗔的毒根，这样可以明白吗？可以理解吗？有没有帮助你更理解这段文？是非常有帮助，好，下一段由你来讲了哈。为什么这个时代也不允许我们去隐遁了呢？我思考一下哈，现在也，啊，这边有答案呢。为什么同样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佛教徒想要跑去隐遁就跑去隐遁，他不能够好好的去出世了？为什么？去修这个出世，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走向这个大乘入世，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心态不了。是，哎，不不大是，是，不大是。为哦。什么我们现在不容许佛徒随便就去隐遁呢？以前可以，现在不能。以前为什么可以？因为随着时代的，就是说要以前为面什么对可嘛，以？以前是以前这个深山里面啊，有很多的土地啊，它还不是政府的，它还不是某某人的，所以你跑到深山里面，你要觉得世间太烦了啊，我就自己跑到一个深山里面呢，你就在深山里面呢去辟土开荒，维持好自己的生活。甚至慢慢有人来跟你一起学习佛法，然后你那边呢就变成一个学佛的村落。以前可以，现在你可以这样子吗？哦，你随便对，跑到一个山上，然后你说哦，我要在这边呢辟土开荒，可以吗？不可以，现在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都已经就是说因为有他的那个，土地不是政府的。就是私人的，是不是？现在的土地啊，现在的土地不是私人的，就是政府的。你能够随便说啊，我去到一个荒山，哎，看看左右没人，然后我就在那边呢，开始呢，砍树，然后呢，种菜这样子。慢慢，如果这个政府人员发现你了，马上就来赶你了，赶走你了。所以现在。现在的时代呢，我们学佛人呢，也不能够说哦，我要去隐遁了，我就能够去隐遁了啊，因为时代已经不允许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理解，好，明白。好，嗯，谢谢师傅讲来，我解。们再往下看哈，我们请元真。那个大拇指哦，就是说，如山是五台山啊，不是山是五台山和山是终南山。每逢乱世出家人都前往冰峦专修。现在情形不同，不但不同情你的顿失，就是隐入深山也被迫啊，不得不出来。尘世与山林将来并无多大差别。隐遁山林的佛教是一天天的不行了。正如刚才师傅说的，这个现在得到现在这个年代，就是那个土地啊，不是归国家，就是归个人，所以不给你的随便来利用，就是开发来垦荒。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出师呢，你得不到那一种怎么说呢？就隐遁啊，就是得不到，就是实践。现在是念师哈，得不到实践的认可。所以这两嗯，种，不同对，情，是不同情啊，就是这不认可。对啊，就不认可。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就不适应了，就是你隐入深山也不得不出来，就是你在城市也好，在山林也好，这没得多大区别。所以说，你隐遁山林啊，像这种隐遁山林的这种佛教，是一天天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必对须对要适对。应，必须要适应这个念识，就是你入世的心态来，以那个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的，弘法利生，就利益大众的这个事业，这样子就是在人间，就在人群多的地方，隐遁就不适应了，不行了。就要嗯，改变这个，好，随着因缘不断的改变，就要改变。师傅。
好，谢人谢，谢讲谢完。啊。尤其说现在城市与山林将来并无多大差别，因为导师写的时候还是半个世纪前的文章嘛，你现在也看得到了，城市与山林并无多大差别，只要有一块山林，大家觉得它是世外桃源，被人家发现它是世外桃源，那么就有很多的开发商就想进来拥有这块山。如果他知道是国家的，他就想尽办法跟这些高官显要的人呢，拿到这一块世外桃源的山林啊。如果是私人的，他也想尽办法呢，从私人的手上呢买下这个世外桃源，然后呢，最后开发成旅游园区。然后呢，你看城市跟山林现在都接得非常好啊，一块世外桃源，你要从城市，去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地方去参观，就慢慢道路都会开通，所以城市与山林呢，并没有多大差别了。隐遁山林的佛教是一天天不行了啊，不能得到这个世间的认可，除非有一个情况，除非你这个佛，你这个国家是完全是以佛教作为宗教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现在，比如说你在泰国。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么泰国它的土地面积也算起来也是相当大，那么没有被开发的山林还有很多，再加上它是佛教国家，所以呢，他们还有森林派的这种隐遁的修行者森林派的修行者，所以隐遁山林的佛教是一天天不行了。那么这边我就要加入一句。除非你是一个佛教国家，然后你的土地还很多，那么因为你是佛教国家，政府允许出家人到山林里面去修行。那一般的居士知道说有这个森林派的修行者在里面修行，一般居士在佛教国家里面呢，他只会尊重，他不会干扰。所以隐遁山林的佛教要得到同情，除非你是佛教国家啊。其他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呢，一般上是不行的哦。好，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今天把这个处世时代呢，把它看完啊，再多两位就可以看完了。我们来请陛下。其实，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大城市是和人类的特法，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市政，村，市镇乡村修菩萨行的，就应该到处去做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人你间的关键词，我人的间。把关键人间，油画人间，有化人间，人类的特法。真的的特发，利人事业，利人事业，大乘法音，大乘法印，就这样吧。还有一好，个觉悟自己吧，师傅。觉悟自己很好。这里呢有说到说，其实呢，佛教呢本来就是在人间的，所以呢，佛陀与弟子呢都是经常都是在游化人间，所以大乘佛法呢，其实是最适合人类的这个特法所以呢，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呢，都不管他是在都会也好，城市也好，市镇也好，乡村都好，那么修菩萨道的，就是应该要到处去做这个种种利人的这个事业了，所以呢，去传播这个大乘的法音，所以呢，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来净化自己，觉悟自己。所以啊，就这样吧，师傅。很好啊，所以我们讲说，菩萨的处世态度，带着出世的心做入世的
工作啊，这样子的一个处事态度啊，并不是说啊，我们今天讲大乘法，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最好，不是。我们看一看，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佛和佛弟子不是常常在游化人间吗？啊，看到人间哪里有这个烦恼有痛苦，佛就去度化他。所以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是走入人群的啊。那么大乘提到这种啊，这个带着出世心做入世的这个工作，是更适合人类的特法来的。大乘法是适合人类的特法来的啊。所以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管是都会、市镇、乡村。我们都可以修菩萨行的啊，透过利人的事业传播大乘的法音啊。那么，在这个整个利人的事业的过程当中呢，不离众生啊，不离世间，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净化自己，觉悟自己，这个是菩萨的修行啊，大乘法的修行啊，它不是隐遁的，它不是炼死的啊。哎，最后。我们请秀伟。3074系融通的佛教，现代是不相应的，应把这种习气纠正过来，养成不离世间的大乘诵经，绝不一再走隐遁遗失的路子。中国佛教的宗三三零做了印崇度尚，崇尚。崇三三零受了印度佛教中一分古行。瑜伽僧的影响，到中国来，由于老庄的隐退思想相融合，这才2000年来的中国佛教与人间的关系总嫌不够紧密。现在到了紧要关头，是不能不回头回复佛教的真精神，深入人间的时候了。关键词。不相应，不第一相段，应，第一句，对，第一行，对不起，第一行，第一行，习气交正，就是第一句，习气交正，习习气，气纠习正。气，然后就当影响一二三四，第四句。第四影行。响，紧要关头，是紧要五关六头，第六，对，我啊，最后一段就是最后一句就是佛教的真精神。这样的真精神。这一段理解的就是之前的那些那个森林的那些浓厚的气息啊，就是之前的佛教啊。和我们现代的时代是完全是不相应的。我们应该把这种习气啊，慢慢的把它改正过来，要养成我们不离我们这个处世间，就是我们现不在的离世世间，事不离啊，世间。不离我们这个世间的那个大凶的精那个凶精啊，我们绝不是。和宅走进那个隐遁森林的那些路了，这个就是中国佛教的之前啊，它是很因为3D 的影响啊，就是中国佛教也是中山三林的，但是它是受了印度佛教中的那个其中的那些苦行僧的影响啊，但是他们到来中国啊。就是受到儒家的老子和庄子的隐退那个思想啊，就完全是融合的，这才使我们2000年的中国佛教啊，与人间的关系啊，总贤啊，他是讲就是要好好的，好像讲紧密啊，这里不大理不解够紧密，不够不紧够密，紧就是不啊，不够够紧紧密。不够紧。但是现代的时代哦，我们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哦，我们是不能够再好像以前这样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改变啊！如果不改变，我们就是没有的那个佛教的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真正的精神啊，就是这个要把它佛教真正的精神带入了我们人间的时候了，就是这样的。好好，中国佛教这边指的还是一样汉传佛教哈，就汉传佛教，不是指中国而已哈。汉传佛教学汉传佛教的人呢，一向来给人感觉哇，对山林特别的崇尚。其实这个是受了印度佛教的一部分的苦行瑜伽僧的影响，哦，瑜伽僧的影响。后来传来中国过后，这样子的印度佛教传来中国过后呢，又受到老庄隐退的思想的融合，所以有一点形成了自己汉传佛教那种崇尚山林的这种气息。所以因为崇尚山林，好像每一次拍戏啊，那些人要去出家的时候，他就拍一个画面，他走进山林里面的从此六亲不认，然后呢，与世隔绝，就给人家这种印象。那么，所以2000多年来，这个汉传佛教啊。人家一讲佛教啊，尤其汉传佛教呢，你就看到说啊，这个是要离开人世间的啊，所以跟人间的关系呢就不紧密。其实汉传佛教、大乘佛教应该是把菩萨的真精神表现出来的嘛，所以老实说，来到这个紧要关头啊，真的要做一个纠正了，不然的话。你这个大乘佛教的汉传佛教的这个真精神，这么好的那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呢，就没办法再凸显出来，所以要做一些纠正啊，是深入人间的时候啊，所以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让更多的年轻的一辈带着他们去做慈悲利人的事情，让他们好好的重新。看到说佛教是走入人间，可是我们走入人间呢，内心心态上不能厌世，我们要有出世的心态，就是要懂得在过程当中做事情的时候呢，要懂得把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呢，慢慢的简化，来自于消除，这个叫做带着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工作。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或者是汉传佛教的真精神所以你要在这个世间得到年轻人，尤其现在年轻一辈的千禧年以后的这些年轻人的认可，要得到他们的同情，你躲起来不行你一直表现自己多高尚、多崇高、多高不可攀不行，他们不认可、不同情，你带着他们。做入世的工作，一起去关怀社会带着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深入人间的话，他们就同情我们，他们就会喜欢，他们就会尊重佛教，会重新认可这个佛教所以这个是处世时代，我们处世时代我们就谈到这边今天就谈到这边。那么我们待会会请阅读人呢做心得分享，他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就是内容很多，但是你讲你印象最深刻的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线上的同学，请你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收获在留言处留言跟大家分享你们的启发又是什么，或者是你们的收获是什么，都欢迎在留言处留下。你们的这个心得，好，我们先请新锐法师。新锐法师，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就是今年的说话，就是，时代的已经倾向厌世了，所以最适合现代的编辑的处世精神，就是大乘菩萨的精神，就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这句话还是应该要，我们佛教徒要常常拿来审视自己。好，非常好，这个就是你今天的收获吧？好，我们再请心静法师。今天学习到的就是说菩萨，就是在做这个佛教的事业哦，以世间的真意来讲，就是要出离心，内心的剔除烦恼，即
贪嗔的毒根，出师就是减少贪欲的精神态度。如果练士的话，就是为软着在这个名利上的追求，那就为单独与障碍。那菩萨出师而入世的菩萨行，菩萨道来讲，处世心是与处世间的平衡，是化一切众生相处世入世得道无碍。佛教本来就是在人间，只要我们身为佛弟子的话，就是学菩萨的精神，就是要有。化入人间里面，到不同的村落和市镇，或者是在都市都好，都可以行种种的菩萨行，去救度不同的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今天的学习，好，谢谢，美君。是师傅，美君，你今今天天收获所。是什么？是说话难说。师傅，从阅读里面的总结可以理解到三个，一个是人天秤，人天秤它的是比较厌世的，这是第一种，因为它没有那个处世的解脱的形象。第二呢，从小乘这边，它就比较偏向于处世，因为它会有发那个厌离心，然后求证解脱，然后出三界烦恼。然后这个最后呢，就是这个大乘菩萨，大乘菩萨这边的精神就是他会从处世而又入世，然后以处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是我们现在所要修学，就是这个大乘菩萨道的伟大，然后从这个入世的精神里面，然后的表达出来，主要是这个发愿呐。发愿，然后救济众生，这个坚强的志愿，这个是现在所需要学习的。然后有些到一些新的日题，就是从我自悟跟寻悟自我，这个因为现在的生活嘛，所以在这个人生观里面。通常会有迷恋这个世间的这个事物哦，所以往往人都会被物质所控制。这个现在会有看到的，主要是说，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那么我们修行这个大乘法的呢，就是比较就是我们人的持有的特法来的，那么。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呢，我们应该就要行这个菩萨道，菩萨行去做利益众生的事，然后也净化自己，然后解悟自己。师父这个心所阅读所理解的总结，谢非谢。常好，非常好。好，我们再请元真。元真，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师傅，元真经历的收获就是说，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现在到了念师这个时代，就是念师的时代呢，是出师的那一种二乘的那个出师的不适应现在，就是正好大乘的那一种出师的性，然后行呢入师的那一种利他的事业，正好跟这个时代能够相应，能够正好能够得到。时代的大众的这个怎么讲呢？同情就是认可，就是说，就是说，本知世间的事，本知呢众生，在这种呢，就在人境中，就在世间中呢，行呢是利他行，在利他行中不断的净化自己，就觉悟自己吧。然后再一个强调就是我们汉传佛教这个大乘佛教啊，它受那个古印度那个瑜伽耆。那个行派的苦行的那一种思想的影响，还传入到中国呢，又受到中国这个老子、庄子思想、那个隐遁思想的两种这种影响，就是就像隐遁这种善灵这种精神，但是这不行了，要调整方向，要慎入人境，就要入人，因为这是佛法的正精神，就是人界本质人界，本质是事，本质尊圣。师父，那个元真的收获就这么多。非常好，非常好啊。那我们再请陛下。
你想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那今天的收获是，这个大乘菩萨他有着不同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出世而又入世，所以呢，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刚才师父有提到的，就是处世时代。那么我们要有这个处世观，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就是不要走入这个念世时代。所以呢，我们学菩萨行的，就是要有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精神，就带出这个处世精神去，以具备这个入世的事业来圆满我们的波罗蜜，还有这个圆满我们的佛道。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么佛教本来就是人宣的嘛，就是佛教应该是修学菩萨行，应该还是要走入人群。所以呢，我们修学菩萨行的，是应该要抱着这个出世的精神，才能够让自己这个具备这个出世的波罗蜜还有智慧，那么积极的去从事我们这个入世的这个事业了。所以大乘法的这个特色就是就是以这个出世心来做入世事。同时呢，就从这个入世法中呢，去摄化众生，而向这个去向这个佛道了。这样啊，分非享常完了，师好，傅。非常好。好，最后我们再请秀伟。秀伟，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今天学习到的就是大乘的入世法才能适合我们现代人的那个根基这个也得到现代的年轻人的认可。慢慢淡化我们的贪嗔的根，还有一个就是众我之我，还有一个是属我，是我这个是要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注意的，因为佛教徒，因为现在的那个物质的那个太多了，引诱太多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好，谢谢啊！我看到佳佳在线上写到哈，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要学二乘啊，然后有时候一想到学大乘啊，心情是上上下下的啊，这个很正常。我相信读了今天这篇文章这个部分过后呢，至少帮助大家理解一个概念，就是第一，我会不会过于迷恋这个世间，迷恋到我放不下。或者是我该放下的时候，我又不放，而让自己呢又内心呢起种种的这个烦恼。所以第一个你可以认识的就是厌世这个概念啊。那有时候呢，生活真的给我们的考验太大了，大到我们只想说，哎呀，赶快逃掉。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出世，我们的心态会想说。啊，这个三界真的是牢狱，这个生死真的是冤家啊，哦！所以，因为这个烦恼的苦，烦恼的这种逼迫啊，哦，我们会有这种想要赶快出世啊，处理这个世间，处理这个烦恼。所以，记得出世不是要逃到哪里去啊，真正要处理的是我们的烦恼啊，真正要处理的是烦恼，因为只有烦恼，你安抚不到烦恼的话，你看什么事情？你换到什么环境，你一样是烦恼啊！只有处理好自己内心的这个波澜，内心的这个烦恼，我们才能够啊，就是真正的处在哪里都自在啊。第三，我们又学到了，哎，我们要入世，尤其整个佛教要入世，不能够再躲起来啊，不能够再这样子呢走入山林，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尤其年轻一辈的，都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佛教，什么是佛法。我们先不讲宗教，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学习过佛法的人，我们都知道，佛法讲的是真实的现象，世间真实现象。如果越早有佛法的这个智慧的话，我们面对生命，我们面对人生，是更加能够，我们说，去面对得更好，更自如。所以很多学过佛法的人，真正了解佛法的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佛法如果早一点来我的生命里面，那多好！”所以常常有这种相见恨晚的那种感慨。所以，我们知道佛法是很好的东西，
不从宗教来讲，我们讲佛陀的教法，它是一个智慧来的，生命的智慧来的，很重要的生命智慧。你越早能够认识到这种生命的智慧的话，对自己未来的生命、未来的人生是能够过得更自在的。可惜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佛法一直都不入世、不走入世间的话，尤其现在年轻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佛法，因为他看到的佛法就是，哎，你们就是这样子，躲在一个地方去禅修，或者是呢，一叫你，讲佛法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年轻人不同情，得不到年轻人的同情啊，尤其千禧年后的这些年轻一代的，他不了解、不同情。那你想想看，这样子就很可惜，他变成这个这样子的人。他要到了这个什么呢？冤枉路走多了，这个碰钉子碰多了，才开始认识佛法，那多可惜哦！所以，只有我们走入人间，入世，带着出世的精神走入，做入世的事业，让年轻的一辈接触佛法啊，他们可能做的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很可能很一般的。但是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他们能够同情佛教所做的东西，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慢慢的认识佛法。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的这段这个处世的这个文章我相信对你自己个人的修学，它会有一定的帮助在反观自己的过这个面对世间的心态的时候，你会有看到说不同的。到底是练世呢，还是出世呢？还是今天导师给我们提的，带着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工作做入世的事情所以就看自己你们怎么样去消化了那么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嘛我习惯上呢就是会鼓励大家有时候呢简单的。写一个修行日记你学什么？一句话，写一个心得，这样子，或者是包括你看，我们读书，我都鼓励大家呢，要读完一篇文章或者是一个段落，你要习惯的去做一个反思，然后呢，简短的记录起来你今天学到什么。所以这个是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一种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修行的记录修行的记录。所以在难得的这个最后一天我就给大家出一道题，让你自己呢，在结束今天2023年之前呢，做一个小小的反思跟许愿就是这个小小的题目是什么呢？我已经在留言处留言了这个小小的反思是这样子的2023年我。哎，就是讲自己了我很容易被什么东西打败，有些人很容易被寂寞打败，有些人很容易被猜疑心打败，有些人很容易2023年我很容易被嗔恨心打败。哎，你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小小的记录。那么明天开始新的一年，2024年，我希望，哒哒哒哒哒，你自己写这一个小小的一句话。作为我们2023年的整年学习的一个总结，然后2024年是新的开始，是一个新，全新的，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自己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边了。结束之前，我们来做个回向我们把今天在一起共修阅读的功德。回向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也可以借着机会，把整年一起共修这个阅读的功德以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那在这里呢，我也。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那也祝大家2024年更有福报，更有智慧。祝福大家。